根据我的临床经验，腰椎滑脱的病人，透过拉腰牵引啊、针灸或者是中药等来治疗，病情改善的幅度其实是相当有限的。这个主要是因为滑脱的这个腰椎呢，它没有复位。接下来呢，我会介绍我脊椎整复老师所传授的绝招，还有我个人独创的秘技，有机会让你的腰椎滑脱症改善的不药而愈。我们现在介绍腰椎滑脱自我复健的第一招，这招就是用让我们这个腰椎向后或向前滑脱的这个脊椎自我归位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躺下来，两脚并拢，抬高大约30度左右，抬个7秒钟。